老铁们啊，现在是早晨6:30啊，咱们又来了，拿着串钩哈，串钩就是一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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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咱们已经放好了2套，现在这是最后一套，咱们傍晚哈，给你们看看咱今天一共能钓多少鱼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？静等鱼货，咱们的串钩就这么放进去的哈，老铁们，放进去之后，然后200来米哈，直接整到200来米，有点远哈，回来了啊，终于回来了。大海边整它，一会儿给你们收串钩看鱼货哈，老铁们，收上了啊，头上就2条哈，来往后蹬啊，这是2条哈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好，来这会儿打兄弟们哈，3、4、55条哈，这上面又来一个，你蹬吧，慢慢蹬，慢慢蹬啊，你蹬啊，6、7还没有，8、9哈，老铁，8、9了哈，啊，黑鱼，啊，黄鱼，10、11、12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我去，13。14，啊，换一换。